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瑞娜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龙之谷。OK， 这个好久没有来练卡莉了，对，所以今天要来继续玩卡莉。OK， 这个上次卡莉的那个东西啊，搞得我好累啊。好啦，那总之我们今天就先进游戏吧。对，今天要来继续练我们的幻灵了。对，说到底，我这样都练了两只幻灵哎。我之后可能会一只转成暗照吧，或者是暗影之配置，还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啊，暗黑召唤师，对，我之后会换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哦，在这里啊，30等了，对，现在好像没有这个经验加倍了，所以说我才可以比较放心的去动它这样子。不然有经验加倍，我觉得故事就看不完了。对啊，当初我想做这个系列，本来就是说，来看故事的这样子。殊不知官方一个很靠北的，把故事通通都统一的感觉，除了刺客啊，就是身份比较特殊的角色这样子，他们有改这样子。我卡莉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改过，哭了。不是吗？因为像法师不是有什么设定是那个负债整个神圣天堂的价值的东西，然后跑到魔法山脊去找他师父求救吗？这个设定我就觉得还不错啊。另外还有像什么来着的？我想一下，好，我说不出来了。反正就是大概诸如此类的设定，官方通通都把它拔掉，我觉得很可惜哦。对啊，就是把故事统一了啦，就是。可能是觉得嫌麻烦吧，可是我觉得这反而成了一个特色啊，对啊，一个特色的感觉。好啦，那总之我们今天就赶快来继续故事吧。我们要去收集这个受诅咒的碎片。OK， 好啦，那我们从这里出去嘛。哦啊，对，他上次重置那个。哦，都忘记了，等一下。しまった。动力之魂，这个一定要点的。这个。还有咧，这个要35等才能学。这个是减伤用的。哎，蚊子走开！啊，这年头蚊子怎么都这么多啊？天哪，等一下这个点数好难点哦。还不能点朗朗哦。这个是 OK， 然后这个是暗灵结界，也可以点一下。狼还不能点。好。闪击看一下，乱舞，好，都是两个 没什么用的招式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好了，我们还有8点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技能怎么排咧？等一下哦。好，没事。技能怎么排嘞？暗之符门啊，不是，是第一页，我在干嘛？然后，在五娃摆狼嘛。祖灵的话，摆第一页的那个。增益效果全部通通摆第一页，这是我的习惯了。这是破甲，然后就是减伤。好，没了，谢谢大家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啦。好，暗灵结界也要放一下，差点忘记他了。好，应该就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就上阵吧。黑山山脚 ，OK。哇，这好久没动龙骨了，真的是。
好久没动这一只了。说真的，只是龙之谷的故事真的很棒，我觉得写成小说是可以的，但是因为那每个角色的过程都太复杂了，对，所以反正做成游戏让大家去练角色，就可以让他们就是更能体会说他们这个故事的情节这样子，只是被删减的有点多啊，这个。哦，这样才对嘛。OK， 那我们这次要挑战的是枯竭的玛丽莎之拳。OK， 走喽。哦，好，马上就一个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啊！真是太棒了啊！哦，有哥布林耶，都是骨头。好了，清完了，走了。怎么？这边往死，这边是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，这是萝莉的那个嘛，补给箱吧？哎，有屋子哎，好酷哦！对啊，这有屋子哎，而且好像是不能过去的屋子，太酷啦！你看，旧的制作组心意多棒。现在是做主，安组长又过来。哦，有幽灵哎、欸！好了，其实就我觉得制作组在制作这张地图的时候真的是很用心，我觉得。先不提这一关可以吓死很多人就是了，后面还有啊。嗯，对吧？真的很用心，超用心的。哦，满满的精灵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些怪物真的很可怜，因为没有人会去记他们的名字啊。Excuse me， 这扇门是在打哪里？精灵鱼就在这里，那打啊！笨门一扇，真的是，真是太狂了！笨门一扇，哦，居然抓不到他！哎，抓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总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？算了，应该是我的错觉。听到谁个？走喽！你看又来了，往这边是死，可是被围起来啦，是不是？往那边是好萝莉的补给，哎，那边有个神符碎片啊。你知道吗？玩龙之谷就是很多人都在。忙着练等，根本没空看故事的，就觉得很可惜啊。串吧，小蛇。OK， 我们要跳水喽！捡一下，捡一下。好，两个啦。我这里雾气，这个哦，有幽灵，然后就这样不见了，然后开始冒出一大堆怪物来，有没有？哦，那我去后面了，怎么这么好玩？算吧，小蛇，还没打到他，干笨门，打他，好、啊，很棒很棒，笨门打到他了。哎，是打到那个幽灵之后，其他哥布林都会退下哦，好酷哦！走喽！
这个，哇！下面有一个神符碎片呢，然后怪物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。哦，我们前面也有，这是一个侧踢就有伤害的概念吗？看，我真的觉得这好 OP 哦。我们拿的是碟扇哦，哦对，是碟扇。我一那个长得太像圆环了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拿圆环呢。幸好卡莉是没有武器限制啊，不然就真的 GG 了。就像我的刺客，我的深渊拿短刀，不是弯刀，那个极光哦，太小，拿极光武器。然后结果就选弯刀，我都要哭了，干！他们不这样被踢，还是一样直接死啊？死个可怜！这里是枯木鱼打，对不对？我刚三小，我看一下是谁啊？妈都忘记这里还有一只食人魔了。哦，真是太可怕了！啊，对，我忘记我还没办学杂费减免了，干，等一下先去办一下好了。OK， 那哦，这里还有个神符碎片，五个啦，五个真的够吗？我觉得我们比较打王嘞。哇，这个登山喽，这个合欢山的山顶啊，没有啦，合欢山没有。没有这么缺乏哦，好像满满的怪物啊！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大眼睛，红色大眼睛。最强的卡莉侧踢。哎呦，看，他用那白白的东西射我。古代的鞋子 ，OK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六个。哦，动力之魂居然长得比我们还要高，都要哭了。然后还选到银箱，我也要哭了。好啦，七个，然后，对，那边还有，哦，这什么东西？你是谁来着？我长得比你还要高欸，大哥，你长得好帅哦，可是我长得比你还要高，你输了，哈哈哈！哇，这里有满满的。大碎片，这很大比人还要大欸。哇，下面那是什么？宇宙魔方吗？不是，颜色不一样。那个应该是别的魔方才对，比如说 Maggie 的武器啊之类的。啊，好 ，OK， 我们就回去找鸭杰报告吧。看，我的东西掉下去了。好，回来了，小小的歌手，不错，但这种水平只能和猴子差不多。我的意思是你费了不少力气而已。人类无论是在以前还是现在，都一点变化没有。古代人是，现在的人类也是，在我看来都一样。这神符原本是玩世的形态，由于人类愚蠢才会变成这副模样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古代人中有些人真是难以琢磨，硬要介入不该做的实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些人非要做一些不让做的事情，做错后又无法收拾呢？
要是像你这样的纯真的傻瓜，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不是，应该说是啊，我刚念错了，应该说是，要是都是像我这样的巴西，哎，总之要用这个才能制造古代贤者神符，要将裂开的还原成一个，也只能将碎片拼起来了。这连小孩子都会做，你不会吗？那我就替你做吧。你要应该感谢我才是。啊，是的，谢雅姐。哼，说的倒简单，再简单的事情也不能一错而一哈。我不会念的，一救而救吗？这段时间你就去修炼一下吧。我先回王城报告。好啦，那好，我们刚刚被骂了。好 ，OK， 奇怪了，古代人不是跟我们最有关系吗？对啊，而且我们老妈的灵魂都消失了，你看。觉得伤心？哎，不对啊，这游戏的角色没。的主角几乎每一个父母都是不见的啊，或者是特殊身份啊，对啊，比如说你想想看嘛，那个谁齁，那个战士，他老妈病死，他老爸是使徒，他老爸是兰伯特对吧？对，兰伯特，然后再来。弓箭手，他是树上结的，他没有爸爸妈妈。好，然后法师，我看他们家应该就是赌债赌，他赌成这样子，他爸妈应该也不要他了。然后牧师的话是，他老妈是黑暗女神官，而且现在还在最深的次元裂缝。萝莉也没有爸妈，刺客也没有爸妈，兽娘集中营，哎，枪女好像还 OK。卡莉，哎，你看每个人都这样，超过分的。看制作者到底多喜欢虐人家。好啦，猪头，猪叫，生成，忘记了，等一下，刚刚没看到，你要医生家按下去了。生成巢穴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巢穴这类的东西是靠我们眼睛是无法识别的，但你却拥有贤者之眼。他说一个奇怪样子的宝珠，该搞不好就是挖人家眼睛下来之类的。贤者之眼，这是在50年前降龙者中使用过的来历不凡的东西。这个宝珠会在周围形成强大的结界的一瞬间散发出光芒啊。创造巢穴的是谁？难道是绑架先知者的黑暗骑士吗？其实黑龙复活了啊！不好意思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终极一班黑龙了、啊，黑龙啊，有两个断肠人啊，黑龙，吓死了！你说什么？黑龙复活了？这正是最糟的情况哦！希望我们的神保佑神圣天堂啊！你先去吃土吧，你。事情越来越复杂了，看来无论如何也避免正面交战了。多亏亚历山大能制造的古代贤者神符，这对我们来说多少也解决了一件心事啊。知道古代贤者神符吗？当然了，那是50年前为了要破坏黑龙巢穴而使用的物品。黑龙复活了，先知的安危真的很令人担心啊。如果不管还找到的话，一定要先将先知找回来。我在说服其他贵族和国王陛下的同时，正在动员神圣骑士团的团员做好战斗的准备。我知道你心情急迫，但相信我，再等一等。总之，战争肯定也会马上开始的。敢于威胁神圣天堂的，无论是什么人，一定有来无回。希望你也坚定这份信心。不要。毕竟王城的安全让人非常担忧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王国的卫兵真的很少啊。
所以我亲自边想从下游边对从想从下游沉没地那运送一些补给品来，没想到被魔物们拦截了。所以我们要去找这个士兵哦。好 ，OK。在南门，好。好啦，走喽。我都忘记还有学杂费减免这种事情了。对，我等一下要先去办一下，有点麻烦。好，到后天，没关系的啦，是不是的啦？啊，这个海港哦，这是龙之谷的 logo 吧？到底哪只龙嘴巴会长成这个样子？你告诉我。啊，那里是黑山山脚 ，OK。哇，大海耶！所以这是油污吗？污染怎么这么严重啊？好，我们有这个下游沉没地，这边有这个任务 ，OK。为什么这景色看起来这么不妙啊？天哪！哇，下雨耶！时间内操作玄关，移动开关才可以。所以这是要我们选边走的吗？那我们选右边好了。哇，真的移动过来了。对啊，应该救制作组这么用心，对不对？哇，到处都是芒草欸。其实芒草水分很多欸，其实。你们是蜥蜴人。哇，这棵大树好大哦。啊，干，没打到。打到了。走喽。哇，这个水其实很清澈嘛。欸，这边其实是海边欸。好棒的感觉哦！哦哦，如果住这边的话，在这边盖个别墅也不错啊。捉弄者蓝灵蜥蜴，这开关可以被操作哦。那边有一个传送门，哇，那边有遗迹耶，好酷哦！我跟你讲，大家都是忙着练的，没空看这边的美景，真的。哇，那边是有遗迹耶，死给口嘞！哦，所以是过来这里的、哦，死给口嘞！哦，这里也有遗迹啊，然后还有一只石像鬼，还有一大堆的蜥蜴冒出来，还有一个，你是谁来着的？我印象中这个应该是不能打爆啦，对啊，就是干！他全部打爆，他还是会醒过来。他留一个，不太想惹是生非。哦，这景色马上就变成了蓝色的一个光点了。然而我们还在下雨啊。操作开关，就是要照他的那个顺序嘛。所以，这是传送门，传送到哪去？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先这个嘛，然后再来是这一个，最后是这一个。耶、yeah! ！你看以前的官方用心良苦啊。听到那里似乎被关着的士兵的声音，我、哦、看到了。哦，跑掉了！
在那里。哦，我干，回去睡觉。不行啊，现在这个伤害太不平衡了，有没有？好了。哦，捉弄者毒物骷髅，好酷哦，这个。好，接下来嘞，你要把这个打爆哦。好喂，走喽。我在想啊，以后龙之谷也来做一个封面好了，但是封面什么的，要选一个点拍照啊，是不是？你就选一个点拍照好了，这位置好像不错哦。好啦，走喽。其实这一关我的印象其实没有很深，因为以前就是忙着练等，根本没有来打过这一关，很少啦，很少。哇，这边这个也是一个遗迹地啊。好像一个什么神殿的遗迹吧。咿呀，啪啪啪啪啪！哦，还是有开错难度了，所以才这么好打。我应该有时间回去翻一下以前的影片，看我都是打哪个难度的。通过下游沉默地获得电力疾走，哈蒙哆啦 A 布，哎，这个波纹疾走，电力波纹疾走，好，不要再玩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拿到了这个没有更好的武器啊，古代的鞋子，这可以换一下。哦，这个物理防御率有上升哦。亚勒詹达的呼吸，哎，这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吧？太棒了，我居然有。こんな素晴らしいでものだな，真是太美妙了。喵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里有没有可以拍照的地方？启动宝可搜寻镜。哎，哦，这一幕。这一幕可以，这一幕可以有啊！太棒了，这个位置，斯巴拉西。好啦，那我们就 F12离开，要回去找主教。OK。好期待那个一月的，那个叫啥来着的？那是啥来着的？那个啥来着的？各位，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了。哦，外传法师啊，对，法师外传。啊，那个不真不愧是制作组的亲女儿啊！那个我打天梯啊，难打到爆哎、欸，干！我刚刚是踩在他头上，太棒了，斯巴达西！快快说，怎么样了？还好，能和补给队一起回来。よかった，本当によかった。我要将你任命为我的直属随行人，如果需要其他奖励，我全部都会给你。那请给我一颗红龙宝玉吧。啊，你过奖了。虽然我不能给你什么，但这个请收下吧。两金十四银四十三铜，还有一个经验值哦。我们又可以学新招啦。在要塞很难见到你这样的人才啊！如果以后需要什么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你的地方，请给我一个巢穴吧。
我会亲自接见你的。决定要谁出兵了吗？你可以走亚历山大，完成古代贤者神父后再回来。好，我们要去找牙姐拿那个东西了，他应该还在西门吧。哈蒙多拉伊布，哈蒙多拉伊布，我决定了，我等下我要换成好，我要换成好，婆文即走。看我的电力即走。这么说回来，等一下哦，因为我很在意一件事情，既然我有圣战守护者套装，那到底是哪里来的？我比较在意这一个，为什么会有圣战守护者？干，我这一只，我这个系列是不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有了、啊？天哪、啊，各位，这只是老古董了，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我 EP1 是什么时候了。EP1 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如果很久以前的话，那就是我们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啊！虽然我是从旧服就开始玩的啦。什么？要带人类士兵去吗？带不带都没有什么用处，如果不碍事就算万幸了。反正我也联络杰伦特那家伙了啊，古代祭司的符文基本上完成了，你各位再去那去一趟，然后再回来。下游没去。没错，去下游废墟见识过同物的力量了吧？是不是三两下就解决了？我那么用心栽培你，你也就不要跟我浪费时间了，很忙啊。我需要兰陵苏拉克的文章，快去找来。哦，好 ，OK。雅姐说的是，我们走。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呢。约莫十分钟。哈蒙多拉伊布，下游废墟 ，OK。啊，又是一个充满了水、植物还有建筑物的地方哦。我说：“为什么这边会有史诗鬼啦？”哦，吓死谁啊？走喽！太爽啦！串吧，小蛇！哦，新鲜水果、哦！这才想起来，我冰箱的那个玉米啊，冰了两天了，我还没吃。应该是没关系吧？笨门打他们！我靠！哎、欸，他们整个变绿色的，干尼哥获得哦！哇，这边还有个营地耶！nice 啦！哇，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个惨的耶，这到底是被谁破坏的啊？请问一下，哎，这树为什么要长成这个样子啊？旧制作组的脑袋果然充满了艺术美感，让人无法捉摸、啊。虽然说我也会这样设计，但我只会说，这个树就是长这么畸形，你有意见吗？那问题是可以把整片树长成这个样子，我也是觉得蛮厉害的啦。真不愧是旧的制作组啊！哦，这边好红哦！哎，雨停了 ，OK。趁吧，小蛇！
接下来还有哪里？前面那个是。咦，然后他就这样死掉了，然后他就死掉了。哎，这应该是可以上去的吧？好酷哦，这个地方，哎，充满了古代建筑啊，真棒！哎，等一下办完那个，等一下办完那个。那个学杂费减免啊，我要去打天梯了。他说：“以及这个吗？这是瞬间移动装置，所以是另外一个。”我们哈哦，这边、哦。那边有怪物，反应一只，区区1.2，完全小儿科。人在江湖飘，哪有不挨刀？哎、欸，窜吧小蛇！哇，这个是，哦呦，哦哦，启动了，启动了，启动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闭嘴啦！多么现代的一个观景台啊！虽然这边好像是什么瀑布，就是了。好了，我们刚回去了。浮在空中的一个魔力石 ，OK。这让我想到前阵子在永恒冒险的那个蓝光峡谷，而且这边还有一座桥，哎，到哪去的？哇，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样反过来看，这个东西是整个倒塌呀，好酷哦！所以我们是要去那上面哦。哎、欸，不能，刚刚那边为什么跳不起来？不行，我要试试看跳上去。谁都不要阻止我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上不去，好，对不起。乖乖走门呐、啊！啊，有门不走。天堂有路你不走。地狱无痛，偏要钻。哎、欸，这好像是以前什么哪部电影的那个宣传的那个台词吧？好像叫无底洞，是不是？地底怪物是那个，就是地底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生态系统，那一种电影那样子，还蛮酷的、哦。那部电影我还蛮喜欢的。后来他们好像全部都死了吧？哦，哦。学超像，窜吧小蛇！哦，干什么什么什么？干以后冰龙头需要叠冰就靠你啦！哎、欸，太难打了吧？干，太难打了！哎、欸，逃亡是怎样？哎、欸，而且仔细一看，这附近好漂亮哦。让我下去，我要去踏青。这个吗？哦，装置在那里。哦，它发光了，看来这回就可以打你了吧。哎，算了，放弃沟通。要不是我今天练的是幻灵，不然我直接先给你欧拉下去了。欧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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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，原来是被挡住。哦，什么？哦、有了有了，这边可以正常打他了。那些笨笨在摸他了。寸吧，小蛇。飞吧小鸟，兰陵苏拉克的文章一个好，斯巴拉西。
真不愧是我们的电力疾走、啊、不太会死的称号。OK。OK， 那眼看时间今天也就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，然后我们就下回开始去找那个谁，雅姐报告，我们就是下集再去找雅姐报告，对。OK，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上方点个订阅，喜欢就可以得知我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。那可以在粉丝团按个赞，推出按个追随，推推按个水，嗯，那就是这样子啦。OK， 啊，这个九九一次的这个龙之谷啊，终于可以有一个新的进度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下回再见咯，大家拜拜啊，终于可以休息了，半学带去咯，啊不，半减免去咯。